这个 McDonald's restaurant Avalon Avenue near Milton 啊，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这整个停车场啊，整个都重修了。哦，以前有个露天的那个吃东西的地方，不是这样的。2007年我来这儿，然后呢，有一次是怎么几个年轻人接近我，然后看我目瞪瞪的，他们就走了，跑了，就这样，就是有意接近。2007年、06年是，07年下半年是。